好，我们来计算这个式子，这个等于多少哈？我上下哈，给它乘以二，二分之八加二根号十五了。那十五等于五乘三，八的话等于五加三的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根号哈，二分之根号五的平方加二根号五。根号三加根号三的平方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是等于二分之根号五加根号三平方，然后把这个根号开出来，就变成根号二分之根号五加上根号三。这一项的话哈。只是把加的变负的，加的变减的话，这里变减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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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这一项是等于多少？根号二分之根号五减根号三，然后这两项加起来，根号三消掉了，所以等于根号二分之根号五的两倍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两倍的哈。根号二分之根号，那就约分就变成根号二，根号二乘以根号五是根号十，所以答案是根号十。